什么日期啊？比如说明年。你干嘛一直看这边呢、啊？我刚刚眼睛飘到，你不要这么敏感的好不好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感情上有我们疫情的近况吗 ？Who cares？ 我 care 啊。小三十岁。小三十岁。哦，野鸡，你要考空军的、哦。等你好消息啊。我要干嘛？你要打气球的。而且这种会想要动起来。就动起来了，疫情嘛，想说来一点正能量。Let's go。都要开大型演唱会的计划了吗？只要不封麦，开大型、中型、小型都有可能。有什么日期吗？比如说明年。你干嘛一直看这边呢、啊？我刚刚眼睛飘到，你不要这么敏感的好不好？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我刚来而已，这边没有啊。哦，不然你干嘛？陈伟，你要不要坐前面一点？安诺啦，有啦。唱跳对我来讲不困难呐、啊，但是对我来说是麻烦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练呐、啊，不练的吗？要练、啊、是你自己的想法，对，然后是你自己出课题要给自己跳啊，对，你是自找麻烦，对。那为了这自找麻烦，姐练了多久？比如练一个月啊，练两年啊？我觉得他不是随便说说，你不要这样子情绪，不是啊？大概练了三天了，三天，那动作很简单，我练了三天，我就觉得自己很逊了，好吗？女版潘若迪。潘若迪不知道，潘若迪我知道，但女版潘若迪不知道。练个三千五就瘦了，结实了不少，瘦是没有。主要是哪个部位变结实啊？全身呢。对，所以说你知道，第一个我不是唱跳歌手，第二个我不是靠胸部在走跳江湖的，所以这次就想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。感情上有我们疫情的近况吗？感情上 ，Who cares？我 care 啊，I don't care。现在感情是单身吗 ？Who cares？ OK， 他 care， 他都 care。目前是单身的状况。是，我觉得真的人生苦短，如果不适合了，不要勉强。单身多久了？两年了。两年是不是？就跟我一起的。所以你这两年都在情伤当中。我觉得该来的都会来，他该走的也会走。是你选择让他走的。哎、hey, ，Who cares？ 有举手。所以他是回去德国就没有办法，因为疫情。Who cares？ 哎、欸、呦，那个面子嘛。你要哭了吗？没有，我鼻涕开始出来。二姐，不要难过，不要哭啦，不要哭，没事没事，我们陪你。想哭但是哭不出来，等到思念像海。你哭了吗？有哽咽。没有。下一段恋情是保持着开放的状态。是当然了，因为我要往下走。那如果姐比较喜欢多自由的选择条件，不用担心，不会给你选错。要不要挑战八国联军这样？哈哈哈哈哈！我那个国籍不拘了，年龄也不拘了，我觉得三十岁 OK 了。哦，小三十岁，小三十岁。哦，野鸡，你要考空军的、哦。小虎姐，这一次那个造型出来是真的很有料。我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啊，胸部、身材、脸蛋跟感情生活 ，Who cares？ 会有机会做长辈的，就是会在你的照片旁边压早安，或者是说平安、晚安你的这种，然后传给 LINE， 传给大家。哦，有这个吗？我刚刚一直在解释，就是说我本来就是这样，我本来就有这个，不是做的，只是以前没有人发现，就算有漏了一些，媒体朋友也不在乎，之后就没有人再追了。哦，原来黄小胸部很漂亮，或者哎，原来她很丰满，原来她怎么样 ？Who cares? Nobody cares。你的新歌是 Who cares？ 那什么时候要漏，就看老娘开不开心，老娘肯不肯。老娘要不要？谢谢小虎姐，加油！谢谢。等你好消息啊！我要打气球了。